今天是8月3号。今天你看我又准备了很多法律文件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是今天准备的，叫 motion record， 就是提供新的证据啊。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做的9大本啊。你看，这个是开始。这个我们开始要进行猛烈的进攻啊！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，那我们的这个成功的概率就非常大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案子呢，进行了8年时间，所有的真相清清楚楚，对吧？真相大白，谁是有罪，谁犯法？大家一搞就清楚 ，OK。